唱国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是唱国歌。五大师比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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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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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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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比比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叫 BB， 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过饭了吗？怎么讲？木干苏哈不的，念慢一点，再一次。木干苏苏苏你嘛？嗯。木干苏哈不的，你吃饱了吗？好，等一下啊，给你来念一次。我。对啊。我木干嘞，没饱，是吧？没，你照着念就好。木干苏一道大。饱是饱。包啊，就跟包嘛，包啊，不是，我叫他先模仿你们讲。就说棒的棒，可以。够不够棒？他刚刚讲什么？照着念就好。讲包啊，甘肃一刀的。他刚刚不讲哈贵的吗？啊，然后对直讲。甘肃哈贵的。都是讲，我们都会。你什么时候要吃饭？甘肃可能哈贵的。好嘞。干丝嘛，
干湿完他不会打。好，那你肚子饿不饿？怎么讲？我来不要说。你要注意耳朵，要注意听哦，发音要标准哈。你要不要买什么吃的？一样是把来乌棍。你晚餐吃什么？干什么？好，那你是要在家吃饭，还是到外面吃饭？干什么沙巴海尼好，还是咱们跟俺屋子？啊，那个什么？好惨哦！那个妈，我肚子很饿。不，我想吃饭。唔该，我拿杯。那你先去洗澡。我说爹妈拉妈海。我现在就煮饭跟炒菜。这样多，妈不遇到你，阿不打麻醉。阿不打麻醉。阿不打麻醉。阿不打遇到拉妈海，不过都妈不过打麻打。那个打的都干的。手就湿了。那个，你先去帮我煮饭。我是他妈麻古一道海。好，那等下我看。还有洗菜。什么大麻？切菜。什么多大麻？那个，帮我冰箱怎么讲？冰箱。冰箱嘞。冰箱是。那个，如果说你要冰箱都过，有自己是不是？我们都讲冰箱啊。等一下，讲冰箱。等一下，那个有是有啦。那个有啦有。我问一下，那个闪电怎么讲？闪电跟打雷。闪电 ，blow 啊。对 ，blow 啊，对 ，blow 啊。blow 啊 ，blow 啊是闪电。那打雷呢？还把概念意思一样。阿基都是。杀性照相嘛，一个是那个光嘛，一个是光那个声音。声音，闪是杀性，闪电呐、啊，杀性。有声音是 blow 啊，闪电是那个杀性。哦，好。类似像那个啦。对，闪灯啊，光跟杀性。好，那我先问，那个香菇怎么讲？哎，红哦，可以是了，可以了。那个香菇，可以红的。可以红。香菇啊，可以红。对啊，结果。对啊。是对啊。结果。香菇呢？结果。一样啊，然后这样讲啊。它是日语，它是日语。对啊，是木耳呢。结果，可以红啊。哎，很多，我们会很多种的话，那咖喱的。好，那你想，那我先跳。啊，那个标准咖喱，咖喱可以讲了。对，因为它类似像雨伞。对，那个都会。咖喱，对。咖喱，咖喱是日语吗？咖喱是日语。没有，都不会是咖喱。很奇怪，你常常出去都不会买哦。我们做木棒啊，我们是叫木棒咖喱。木棒，雨伞，木棒，不是雨伞吗？雨伞呢？哦，那我先问别人，帮我煮地瓜稀饭。
一锅地瓜稀饭。哦，帮我煮地瓜稀饭。乌沙菇，乌啊，木网，木网，哎，那个，那个哈，我问你哈，那个，你记得马肉比你多一样。那个蛋炒饭可以怎么讲？蛋炒饭，鸡蛋炒饭。麻贵，还是炒饭不错。木烧，你照字面顺序翻就不要管文法。炒饭有呢，麻好，麻好，麻好吗？就是，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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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后巴龙一巴龙一刀吗？哎，没事。马贵巴龙一刀。阿基的，炒了炒什么？我怪怪的。我知道，我就不会讲啦。不是，就你就不然你就照字面的顺序放。那个蛋叫巴龙嘛？对吧？对。炒怎么讲？鸡翅。鸡翅。阿基乌牛。炒菜那个炒啊。那你知道是什么？你那个，那个我是不会讲我。好，那我先跳过后，我先跳过。你拜你，妈的炒都过。炒啊，都过嘛炒。Jimmy's 八路一刀。Jimmy's 八路一刀。嗯，那个排。Jimmy's 八路一刀。啊，蛋炒饭那个。Jimmy's 一八路一刀。八路一刀。八路一刀。蛋炒饭。Jimmy's 八路一刀的。八路一刀。蛋炒饭啊。可以。那个面怎么讲？面啊，面瓦莱，那牛肉面，瓦莱嘎金，那个肉怎么讲？肉啊，肉瓦莱嘎金，肉黑，瓦莱嘎金黑呀，嗯，瓦的瓦黑，那嘎金是牛，黑嘎金，那个鸡腿饭，鸡腿饭了。大家欧洲，大家欧洲一刀，大家是腿啊，啊，大家是腿啊，得了，嗯，得了，鸡腿饭，得了，大家欧洲一刀，那个排骨饭，猪排那个，他们杀猪会有那个猪排，有排骨饭，有啊，那个排骨，还是排骨，啊。排骨吗？排骨饭，猪排。排骨饭啊。猪排。猪的那个排骨。猪的排骨，猪排饭啊。有啊，他们杀猪不是那个。请问排骨那个部位。排骨。忘记了，好，那我先跳过。排骨饭的馒头。对，而且该豆腐。那有没有该豆腐？你看，排骨饭。就你讲那个排骨，会不会讲猪的那个排骨？Boot， 那猪排。Boot 嘎筋一刀，这就好了啦。那是牛排嘛。Boot 嘎筋一刀，一百万的。好。Boot 八杯吧。啊？猪排啊。对。Boot 八杯一刀。好。那等一下，那个。我们炸东西要把它炸，有时候炸很酥，那个怎么讲？那个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好，那我跳过哈。好，那个生澳了啦。照字面上哈，有时候生澳了。那个甜不辣哈？甜不甜怎么讲？甜哦，西不是。那个这个辣不辣？不辣，不辣怎么讲？不辣，你肯定好。那甜不辣，你帮我照。你西你。不是不是因为刚刚我怎么讲这个甜不辣不辣因为给你好不是不是因为给你好对啦甜不辣对啦好那个是不是因为给你好排骨汤你刚刚念到那个排骨嘛排骨加汤排骨汤不加精不八杯一般我们是煮排骨加精不你怎么都喜欢念八杯？八杯一般都是煮猪啊。
黑巴布，好，谢谢哦。那个猪血糕怎么讲？还生过就不太会了，我堂弟比较会，堂弟。新语啊。猪血糕怎么讲？就是那个达拉巴布，那个年糕那个糕怎么讲？达拉巴布拉玛。拉玛是年糕的。对。好好。可是，那个蛋花汤。不干的。蛋花汤。蛋怎么讲？不过巴的欧洲。那个花怎么讲？哈，花汉呐，德鲁古的花怎么讲？不是日语哦，德鲁古的花，因为台湾到处都有花，德鲁古一定有这个字。花，海燕好像叫荷花。合法还是啊？对。那个芒果怎么讲？芒果，因为台湾有芒果，就是不一定有芒果。芒果，叫芒果。好，那个芒果，好，那我就跳过。芭乐，亚巴斯。那个百香果有没有？百香果有，台湾有野生的百香果。很有意思。好，忘记我就先跳过。草，那个草莓怎么讲？草莓啊，还有那个小的野生的草莓，红红的。哪我们是怎么把这个弄掉？不熟我就跳过没关系。这个一件我吃过这个。你等一下有想到的跟我讲。那个莲雾。莲雾。它是翻国语吗？莲雾。这个应该是讲过的，不是，这里不是，那不是自己的啦，我们德国是有，我不知道了。好，那个酸辣汤，酸怎么讲？米好啊，米好，米好，酸的，米好还是米好？阿基奥，酸，就是你知道没有熟的水果或者是柠檬，酸。辣是米好了，辣是米好，酸汤是不，酸的话，很酸怎么讲？我不讲啊，酸豆腐，你好，阿金啊，辣鸡啊，生的，酸啊，对，酸啊，怎么讲豆腐？那个酸梅的那个酸，都有，我都不知道，都很生闹呢。不就是阿金是阿金，阿金鸡啊。没事，那个忘记我就跳过，等一下有想起来再讲就好。那个猪血汤，我们去小吃面店吃，煮那点那个猪血汤。不，好，那个酸菜，不要酸，想不想要？我先跳过哈。那个炒酸菜哦，炒瓜牛怎么讲？对，酸菜。我先问你哈，这个后面有红茶哈，那个茶怎么讲？德国的茶怎么讲？茶哪有茶没？欧酒，那是日语啊。好，那问一下，茶那个阿萨姆奶茶哈，那个牛奶怎么讲？牛的奶，牛乳，就是牛的奶水。牛乳是日语哦。那个母奶怎么讲？妈妈的奶，奶水。乌奶是奶水。对，乌奶是奶。然后可以讲乌奶，我可以讲乌奶嘎紧吗？也可以，就牛奶嘛。对，可以。好，那像有现在有卖那个，对，那个如果说是奶粉，它是粉末状奶，乌奶粉怎么讲？太深了，就是联想了，就是那个，这个叫阿金。好，那个瓜牛肉，那炒瓜牛怎么讲？怎么又是一本莴笋？嗯，怎么你说炒？本莴笋，好，就是什么？哎，莴笋。多种你就多讲，都介绍没有关系。哎，怎么哩？
德摩里是什么？也是一瓜牛啊。啊，德摩里是。对啊，还有红笋。德摩笋跟红笋。红笋，嗯，还有那个，还有他们讲说，红笋不是我们是不是鼻涕，很多鼻涕嘛，像对，很多很多啊，这动物啊。你知道多少就介绍多少。对，就这三个是这，母笋，还有牡蛎这样。鸭子怎么讲？卤。那个鸭肉面。鸭肉。那个字不能少，鸭胸肉。黑卤瓦嘞。哦。那个鹅子，鹅会讲吗？鹅。鹅也是鸭，我们都是上卤呢。哦，那个。我是鹅跟鸭子，我们都上卤。红头鸭。把那炖那个肉肉，那个烧酒鸡，烧了，它叫什么？吉克巴西啊？啊？吉克巴西？吉克巴西？啊，酸呐，吉克巴西了。是啊，吉克巴西，吉克巴西。哎，酸。嗯，吉克巴西。嗯，酸呐。那酸辣汤，你帮我翻译一下。吉巴西。不巴东，十八西还是西格巴西？也是一样酸。十八西一样，十八西也可以。十八西，嗯，好。那个烧酒鸡，帮我翻一下，很烫，怎么讲？我是用火烧东西，那个烧怎么样？鸡，马好，烧是马好。马好西呢？卤毒河，嗯，好，对。那个三杯鸡怎么讲？三杯鸡，三个。德鲁哥布，鲁杜。那个姜母鸭，生姜怎么讲？乌西嘎班，鲁鲁布古，鲁鲁。母的怎么讲？乌布。哦，乌布鲁鲁，乌布鲁鲁啊。乌杜，乌布鲁鲁。露露哈，露露，好，好，有没有炒辣？我要做红血。酸辣汤嘛，巴西日本不古。哎，帮你看，你们上来啊、哦。哪一个？马祖的。没关系。没关系，马那。那老板在看呢。我们讲那个面坑，面粉怎么讲？面粉，面粉，当骨不是面粉，面瓦嘞，什么混是不是？没有，那个不行，我就跳过哈。那个腌肉怎么讲？腌肉，马生，嘿。马三黑，哦，德国叫格马三黑，德语叫德门面。啊，对，那德国叫格马三。马三黑，格马三黑。那个，好，那个现在他们在吃饭哈，我讲吃的哈，那个去准备碗筷。我说他妈，准备八度呢，国外的。碗叫八度，嗯，八度是八度，筷子呢？国外，国外。勾碗，八度跟勾碗，好，那个去拿锅子来。五十慢慢拿笔，就是那个桌上装汤的锅子，不是炒菜那个锅子，就是五十慢慢。八度给了。哎，五十慢慢，你知道吗？他们常常跟我讲。布里，金布里。金布里，就是那个大那个大锅，在那个嘛。那是德鲁古的话吗？金布里，应该是日语了。我们都是日语。那个什么盘子怎么讲？啊？盘子沙拉。那是日语还是德鲁古话？沙拉是。那没有那个日语哦。好，那我就先跳过。我们在别后讲以前。我们以前没有杀了，没那个啊。那我来问一下，用炒那放那个八角和一个。那个，你是不是没有加盐巴？怎么讲？伊尼苏塞吉姆。那个，伊尼苏塞吉姆那好。啊，那个汤都没有味道。
我阿姐那个不过呢，我阿姐那个不过呢。那个味道怎么讲？是阿姐。阿姐。那个，你炒的菜太咸、太辣、太油。就算是他们你哦，所谓闷，所谓，你很。太油叫什么？啊，说阿布啦。说阿布啦，那个是日语还是德国话？日语。不是日语。那个我们语气是，我们是萝卜，听萝卜。好，那个、哦，那个。帮我拿碗筷给客人。자이사쿠망한바토니코웨비케비케오오오가상저거客人啊，客人。오가상이뭐가？만노。客人。都户啊，我说他们。客人，客呀，就是有朋友来，然后客人的入房啊，入房啊，入客人，你要生气都要生气，你用给，你比如像那个巴以那个德鲁古原本的油怎么讲？啊，油原德鲁古的油怎么讲？油很油那个，很油，阿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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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语吗？日，阿布帕达的阿布拉那个，我什么？什帕达的阿布拉是什么？咖喱银行阿布了，对呀，那多贵的，蛮贵的咖喱，很深奥的。那个猪里面有油啊，那个有时候杀猪那个油怎么讲？就是阿布了，脂肪。因为我们以前研究没都不用油嘛，名词没有了。对呀，他那个杀猪的时候，猪里面会有肥肉跟瘦肉，那个有油啊，手会油油的，那个油怎么讲？西洋是肥肉的。西洋那个肉。但是那个杀出那个白那个。对。但是我们抓那个西洋的时候，手会油油的，那个油油的怎么讲？就是西洋嘛。反正西洋。阿布拉是日语的。那可以讲油，也可以讲西洋。它也是脂肪的意思，应该是对，因为都可以讲，都可以讲。因为我们西洋巴布，西洋巴布，以前我们德国没有接触这个，我们都是靠日，我们是日语，就是念日语了。好，以前的。那那个等一下哈，给我一个汤匙。别个说，我听俺的乌黑。乌黑。乌黑。哦。别个说，听俺的乌黑。大概你可不可以做这边用两个镜头好带？帮我去把菜刀磨利。帅哥哦！三十公斤要一，六百一，六百不仅鸭油都可以，鸭油是菜刀，不仅是三刀，不仅是镰刀了哈，鸭油就是鸭油就是要越芥菜了，鸭油。鸭油不一样了。等一下，这样怎么讲？就是没有椅子蹲着。不是坐下哦，这样蹲着怎么讲？蹲下。用。嘎嘎。没有蹲的意思，蹲就像这样。对呀，一直坐哈，蹲下个子，我们就蹲的意思，就蹲下。像我这样子。对，蹲下个，蹲下个，蹲下个。那个拳头。蹲下个，蹲下个，是吗？的龙是什么？的龙是做那个木嘛？那个磨刀石怎么讲？磨刀石。
一般那个磨刀的石头。磨刀石头。你用磨刀磨刀石。那个磨刀子怎么讲？磨刀啊。那八不精。那八不精。嘟努。那个石头是有一个本。嘟努。嘟努。那嘟努。那头怎么讲？嘟努。头是嘟努是吧？是不嘟努，不是头不一样。哦，一个是加个不嘟努，它都是白的音是吧？啊，多一个白的音是吧？对对对，石头跟嘟努不一样，头叫嘟努，头叫嘟努，嘟努这是不嘟努，不嘟努好，好好。那个什么？别跪下，别跪下。哦，好好，这那个什么这样？啊，帮我帮阿姨装。一碗饭跟一碗汤，哎，就不知道了。阿姨跟叔叔怎么讲？哎，阿姨怎么讲？阿姨，在沙姑妈妈听到八一到八度，别给十碗，十碗贵很，十碗贵了。哦，阿姨，哎，我阿姨没读过，阿姨，哪个读过？阿姨都。没有啦，都不是那个讲都是可以啊。长辈，女性的长辈或者是男性的长辈，那个怎么叫？长辈。长辈啦，所以我们要叫阿姨跟叔叔。叔叔。不是，像妈妈的姐妹啦，我们要叫阿姨嘛？那怎么呢？或者是姑姑啊？叔文，叔文的。姑啊，三弟多嘞。三弟多嘞。地瓜怎么讲啊？烤地瓜。马路崩啊！马路是烤的。好的，马路崩啊！烤再念一次。啊？烤再念一次。马路。马路。马路崩啊！那个烤北京烤鸭，烤鸭怎么讲？烤鸭。木头。木头路路。那跟那个马路有什么不一样？你比的什么？马路。烤啊！你刚刚说烤地瓜吗？马路是烤地烤的意思。马路，说马路地瓜，说马路都很不啊，不一样啊。你说，好好，那你刚那个烤鸭的烤那个怎么啊？烤鸭那个烤怎么讲？一样吗？木头。那个是为什么用木头？就烤啊。那个马路什么不一样？马路是不一样吗？马路薯、木头不一样啊！不是我说，烤地瓜，你再讲一次。烤地瓜，木头不啊？哦，木头很崩啊！哎，木头是对烤。木头，哎，烤。你再帮我发音一次啊！木头不啊？木头不啊？木头没花也可以，烤菜可以。巴黑，个巴黑是什么？工作啊，他叫工作穿一些。那有时候我们会抓那个烤小鸟怎么样？母的喷你，母的喷你。那个，等一下我看，那个烤虾子，有时候那个钓虾场会烤虾。母的 ，A B， 个波龙吗 ？A B，A B 是日语吧？好像叫个波龙。波龙一样啊。好的。A B 是日语哈。母的波龙可以了。那个都是一样，虾都是像自己画，搞那哇。那个有时候他们烤乌锅鱼，烤鱼怎么讲？烤锅鱼，烤鱼。木头酥，木的酥，木的木的酥，木的酥了。不管什么有，不管什么有，我们叫鱼了，我们叫酥了。好，出刀鱼什么乌锅鱼什么，我们叫酥了。那个温泉怎么讲？温泉。那个是大陆戏啊，是这样讲吗？啊，不是啦，不是，我们不这个像那个三个人啊，温泉就是那种温泉的温泉。德鲁古那个泰鲁格峡谷里面有温泉，就是太深奥了，你不要误导啊。不要误导，太深奥了。没想有问到这那个太深奥了，这深奥不行。好，那个什么，那个。等一下，这个阿金，木炭怎么讲？黑色那个木炭。木炭。有时候红红烧红红的那个木炭。棒啊！棒啊！那个，
炭苦力棒啊，对对，好，木炭嘛，苦力棒啊，那个，那个，炭烤肉怎么讲？炭烤肉，炭烤炭，木木多，是哦，炭烤苦力苦力棒啊。怎么办啊？还有，可以烤，再帮我复习一下烤。木头，木头棒啊，包尾，炭烤肉嘛，对啊，做啊。那个，我再分开念哈，木炭怎么讲？木炭棒啊，棒啊。那个烤怎么讲？木头，那个哈，啊，那个什么？安全帽没？咸蛋，咸蛋，很咸，很咸，怎么讲？很咸，那个盐巴很咸。烂哦。那个是有海水很咸。啊，它是咸啊，咸蛋。咸。你有时候它盐巴放太多，哎，你那个汤太咸了，怎么讲？就给我五百就好了。闷闷，闷闷，闷闷闷，咸是咸蛋啊。门门巴龙，门巴龙，巴龙哈。那个蛋壳怎么讲？蛋壳，要把那个蛋壳剥开。代表，你这哎，我代表代，还是要的。母鸡生蛋，对呀。那个热狗哈，照字面上翻哈，很热怎么讲？很烫。打卤。打卤。打卤。什么打卤哈？打卤。打卤 holding。打卤 holding 哈，热狗。给给给。怎么讲啊？香肠。香，那个香肠。很香怎么讲？马六根六，马六根六，那个肠子怎么讲？大肠、猪肠。伊拉，伊拉，伊拉，那个很香，再讲一次。马六根六，伊拉。马六根六，伊拉，香肠嘛。哇，这在身高哇。马六根六，伊拉。马六根六，伊拉。好，香肠哈。那个。疫情来的，不晓得。那个卷起来怎么讲？德根木，不是绑哦。德根木，这德鲁古字哈。德根木，对对对，卷嘛，德根木。那个有时候那个春天、夏天怎么讲？春天跟冬天、夏天怎么讲？春天有没有那个字？春天。夏天哦。好，那个。春天冬天，我们就夏天是大陆，你们是贵。夏天是什么？大陆。夏天大陆。大陆。冬天是我们是贵。是贵。春
那秋秋跟春，秋是烤肉嘛？很凉怎么讲？他们说有些是讲落叶。那个落叶怎么讲？都都要。都慢。都精。Bubble。Bubble 速度速度。他们上次有一个讲，他讲那个秋天好像说说叶子都掉下来，讲秋天。他是讲他是这样子的。好，那好像这样。都精那波速度。你像。桶饭怎么讲？竹筒饭，竹子饭呢？你可以讲竹子。哎，那种嘟嘟，嘟嘟嘟嘟嘟嘛，嘟嘟嘛，嘛，嘟嘟拉嘛，嘟嘟拉嘛，嘟嘟拉嘛，好，那个什么，那个香蕉饭。他用那个香蕉加糯米，然后再包起来。不，香蕉是香蕉是不本，不了本。拉嘛，它是放念慢一点。啊，加拉嘛，都叫拉嘛的。对，不本拉嘛。你那个香蕉再念一次。不本，不了本。哎，拉嘛。是不勒本，不勒本，那块，那块，不勒本，拉嘛，不是，不是，我要先分解音节，然后再加快，不勒本，就是不勒本这样啊，不勒本哎，啊好，拉嘛，好，那个，那个，鸡爪怎么讲？鸡爪，而且，八八肉肚，那个鸡爪爪子爪底下那个。爪好多，而且爪不一样。你直接讲是我们喉咙里的，对，哪一个？对，然后鸡爪面那个，你只讲是喉咙里的。哎呀，对。那我问一下哈，他们有些人喜欢吃狗肉，叫香肉哈。那香肉怎么讲？很香的肉。香，你刚刚讲那个很香怎么讲？skin 好冷。很臭怎么讲 ？skin 根怒，那香呢？香的根怒，根怒好冷。它都一个死的音吗？嗯，对，是那个根怒，根怒好冷，不对，臭，臭是根怒，根怒，香是根怒好冷。哦，根怒，对呀，好冷。香嘛，根怒好冷，不是根怒。香，那个香，然后我们讲，哦。那个香水怎么讲？马六根努，啊，马六根努，不是根努西啊？马六根努是什么？很香嘛。哦，马六根努，马六根努那个西啊。好，那个什么，等一下哈，交给那个刚问过很多德鲁古母语哈，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德鲁古名字？那哈姆阿东，阿东，哎，那个阿东萨库拉，对，阿东伊玛，阿东洛金，爸爸叫洛金，对，那爸爸的名叫洛金伊玛，那个乌敏，乌敏，对，那你的爷爷叫乌敏伊玛，乌敏洛辛，乌敏洛辛，那你阿祖叫洛辛，那就不知道了，哦，那不错，你可以念到三代，嗯，那个什么，可以问今年几岁吗？民国几年次的？今年几岁？民国几年次的？今年我连讲过三台三行，讲过一句好吗？讲过，我民国五四年了。好，五十四年。九月十二号。日期不用没关系，那个几现在几岁？快五十岁，变四九，四九八天了。有五十哈。五十。那个妈妈是本村的人还是嫁过来的？也是从日本是赶过。啊，从山上下来。啊，这边他是这本地的啦。哦。我爸是。入赘过的、哦。好，那你现在是住在秀林乡什么村？水源村。水源村德鲁古话怎么讲？傻过了。那个是日语哦。那本来德鲁古话是怎么讲？八讲吗？八讲，我是说威利，很多种啊。有八讲一讲法还是？威利。威利，威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是没有，我们这边是不熟悉啊。就是这边是这么有深水的这边，这边一直滴水，没有都没有干的了这边。哦，就是很潮湿。哎，这是威力。威力，力还是力？威力。威力。而且是八角酱，八角之后就问，要问。就是八角是菜的意思吗？哎，就是问了都。还是哎，那个水质叫什么？
他们好像是水蛭，是不是？什么水蛭？就是那个水里面会吸血的那个。就是那个威里啊。那个叫威里啊。嗯。就是那个吸血虫。那是威里啊。哦，那八角是菜，野菜是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就问了，这怎么说？我不知道。我是这样，我以前是我总是董事庙，嗯，我杀过了，我知道。嗯。然后听，到现在我才听说有八角，有威里，这样子呀。哦。嗯。好。那我今天就跟你先请教母语到这边哈。好好好，那你先回，你先吃饭。下次，现在是讲们 Hawaii Suba 来的。哎，没办法，格巴拉达。格巴拉达是什么？格巴拉就是，怎么讲也是一样，那你好嘛的意思啊。哦，格巴拉达。嗯。那个。甩大海，就是我们。甩大海是再见。对，甩大海。格巴拉达是用在什么时间点？我第一次听。就是，怎么讲？你在讲什么事情会用到格巴拉达？不客气的意思吗？还是什么？阿吉不是阿吉哦，阿吉哦，就是 ，black 的吧 ，black 的，马六手，怎么讲哦？那什么呢？那个事情我是不太懂啊。嗯。这两种话有了 ，black 的，马六手这样。好好。嗯。好，那我就先录到这边哈。好好。那要晚上下午你比较有空，我再问你，跟你请教一下。好好。哦，好，谢谢哦，谢谢。阿伯伟。谢谢。好，我名字你知道吗？一个我有三个名字，一个德鲁，哎，等一下，一个叫周喜啊，嗯，一个叫方喜，周尔方尔，那个念喜，比黑巴斯，比黑巴拉斯，哎对，好，那比黑是德鲁的名字，嗯，巴拉斯是巴基的，哦，那我本来姓周的，当地叫比黑，哦，当地啊，比黑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外号啦，他那。我妈妈说那个叫婴儿啊，我不应该说，反正外号了。哦，嗯、那德鲁古的婴儿怎么讲？婴儿就像你刚刚老婆抱的那个孙子的。我妈妈说那个叫 Behe， 也是这个意思啦。还有他们说那个豆子不好的那个小小的发育不良豆子也叫 Behe。哦，对。在讲那个叫营养不良那种小小的。不是孩子，孩子不是一代长大吗？就是刚生出来很小嘛，对对对对。那个叫鼻炎嘛。嗯，有这意思了。好，那就先说到这边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没事吧？来。好，谢谢。发光亮丽的水，流向的森林。